那萱萱，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汪苏泷老师呢？因为我很喜欢汪老师，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，有点甜。哦，哎，那既然说到了的话，让我们甜一下吧。那我就今天很荣幸可以跟萱姐来合唱一下这首《有点甜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把舞台先交给龙龙跟萱萱。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每天都很快乐，每天都想为你写一首歌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新歌，用最温暖的副歌，你也轻轻地附和，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谢谢。哎呀，甜死了。好甜啊。